会活动家，而这个只是刚刚向广大读者传递讯息。祝福放生了我，我要感恩在山上跟我日日夜夜的藏族兄弟们，他们把我送上了祝福，所以我想这本书的首发是只能放在这儿，这样的话我的心里也了了个情结，我要还愿还情。那么当然了，我来这儿还有一个想法，新的开始，有了这本祝福海螺，我还要继续创作更多的符合这个大时代的作品。